这种有果的。啊，你乃想到要买这是什么？啊，伊行来看到真水啊。啊，这什么啦？这宝剑啊。宝剑哦，宝剑干嘛要出鞘？啊，在出鞘啊。哦，要出鞘哦。哦。宝剑哦。蒙古的了。啊，蒙古的剑。这有证书。啊，这有证书的。所以，迄个时阵你想要买剑的原因是安怎？ 跟你无感情，无讲太好啊。是啊，我拢若看着介意就甲买啊。哈哈哈。那我拢买物件就是介意，你啥物拢免问就是介意嘞，当买。你看这有介意无？有啊，但是可能买袂起啊。哈哈哈。看着介意就来买。哎呀，啊都。啊，这个是有证书的。少年的事。成吉思汗宝刀哦。 是啊，是啊，那是啊，阿姆在。有来了，阿姆今天要等下看一下嘞。成吉思汗的宝刀，蒙古的哦，哈。限量制作。限量制作哦，啊有告诉你限多少量吗？没讲了，没讲，上面没写。上面没写，限量制作，但是做2万只嘛，限量制作啊。1987年限量制作哈。 成吉思汗宝刀纯银镀金，配上宝石。还有一段我看不太懂，由资深花丝工艺，花丝工艺什么叫花丝工艺？花丝工艺就是上面这个掐丝，上面这个掐丝的，就是金银掐丝工艺，看高低耶了。嗯，对，就是说很细工了。 你要把这个金丝银丝啊抽能金丝银丝再去编哦，这叫啊花丝工艺。花丝工艺要纯手工吗？机器有办法做？有的是纯手工，有的是模子做的。哦，那请问陈老师，这个上面那个是不是真的玛瑙？是啊，是玛瑙，没错，没了。这是玛瑙宝石哦。玛瑙还有绿松石。 啊，是真的绿松石吗？对。等一下，我们请李老师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有宝石嘛，哈。大概你别话者。伊阵啊要，现在要来3万5万，袂使去一个。3万5万哦。嗯。啊，你看一个邮购的广告，你就甲刷下去哦。伊寄寄迄落来啦。寄什么？寄到卡达洛库来。对啊。啊，就卡达洛库你看一下，你就甲刷下去安尼啊。哎呀，甲录落。伊迄阵啊，有新人开人不多啦。 哦，都他就找那个有信用卡。1987年。那个好像都是。1987年。76年。民国76年，你都有信用卡？哎，迄阵啊，七十几年，伊迄是76年啊，但是我买应该是差不多万几啊档的啦，哈。 但是迄个时代，你都有信用卡，迄阵台湾有信用卡的人无济嘛。无济，对，迄阵那个不多了。安尼大概你嘛好嘢呢？好嘢。嘛无了，会当过。欢喜，欢喜就个咩？会当过了。哎，那会记得卡达洛好。啊，伊就看，唔知伊就调查有信用卡，伊就知迄个年代啦，有信用卡，伊就认为讲有消费能力啊。啊。 所以以前个资没有像现在保护的那么好哈，所以可能银行把他的客户的资料，所以以前就会卖资料给人家了，所以他就会收到，咱都未收到，伊就会收到，但咱无收到可能嘛是好啦，搞不好他买的还是真的嘞，而且限量可能只有5只嘞。 对不对？你现在压双头就对了哈，因为你一个刚刚刀子出鞘的时候，我一看哇，那个刀宝光闪闪啊。对呀、啊，通常像这样装饰性的都是装饰用的了。哦，明白，装饰身份用的。明白，明白。这不是真的实用的，这是装饰身份。但是这个哈，如果是李老师，你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看过了，好。好。 请进，大哥，你都要讲买偌济？3万嘛，哈。买3万，你看到。哼，来，我们来见价。请见价。38000元。好，我都没听见。没听见都没方便的，真搞啊，都没听见。不是啊，这个价啊。因为呢，像这种你讲的那个，他讲的花丝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这个花丝像这样的花丝，都是他用模子做好以后啊，然后再请人组装上去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做了几只，就像刚刚廖老师说的哦。
因为你的证书上面呢没有写它限量多少几只，没有没有写。然后它上面写1987年，对不对？限量制造，但是这件看起来不像是1987年的，啊，因为1987年距离现在嘛差这么远哈，它会有30年的味道，但是这件还没有，这件没有那个味道了，金当当啊。大哥，你这是三十年前保存的很好了，这很久就买了，对，但是20几年，他买20几年了呢，对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像上面这个金子也不是纯金的嘛，都是镀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另外像这样的东西都组装上去的，弄周给你，所以他做几只我们不知道了。更何况大陆的证书哦，通常呢，上面也没有写说他真的是大陆的证书呢。大陆的内蒙蒙古的蒙古的内蒙古的，内蒙古寄广告给你啊。不是，他透过台湾来卖啊，台湾代理，这么厉害啊！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刀子各方面的那个材质来讲，像这个上面这个是东陵石，刚刚那个李老师他们看过了，东陵石这是玛瑙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的这个绿松石小小，其实这些石头都不是很贵的石头，但是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但是不是很贵的石头，不是很贵的石头，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它外表是很漂亮、很华丽的，但是它的材质不够，比如说如果。像这样的一个蒙古的宝刀啊，在拍卖场上可能就5-600万以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能比的原因是，第一个是历史，如果它是真正的宝刀，对，5-600万以上可能还买不到，因为像这种刀子留下来非常少，非常少。它这个当然是一个工艺品了，但它并没有告诉你它是古董嘛，他说这是在，对，它是一个工艺品，1987年，是是，它是一个工艺品，但是因为它的一些材料的问题，它不是做的顶级的材料，啊，所以它的价钱还是会限制在它的一个工艺的水平上面啊。不过无料到啊，哎呀，无料到，袂歹啊啦，我本来想讲你一定哄骗的，我心内想讲差不多3-4千块呢，就是做不到啊，三四千块现在做，绝对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